真真真真，咦，这是什么糖？这里面写着有金箔，是翡翠绿。这也没有金箔呀。再来一个，金箔哎！原来这就是金箔的味道。葡萄，你们想挑战一下这个金箔糖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哟，关注我哦。真真真真真真真。哦。糖，就这，甜甜的，我再也不吃了。这样的芥末糖，你敢挑战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呀，关注我，下次还有我的喜律师，你爆发糖，爽！这样的气泡糖你们吃过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哟，关注我。真真真真真真真！今天老夫子送了我一束糖果花，真的好漂亮，不信你们看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来个小金鱼。好吃！这样的金鱼棒棒糖，你想试试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哟，关注我。下次还有回来喜律师。咦，这是什么糖？我们先来个动物世界的，恐龙、刺猬、河马、大象、狮子。我们先吃个小狮子吧，葡萄味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海洋世界里面有什么，就吃个海星吧，粉色的，好吃。你们是喜欢动物世界呢，还是喜欢海洋世界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哟，关注我。不是熊吗？好浓的芒果味，我真没有试过抹茶味的棉花糖，我们来试试。这个绿色好好看哟，是绿茶的味道。你们觉得这个棉花糖是像熊还是像泰迪呀？评论区告诉我哟，关注。